聚集超时空男神在尖沙咀举行祝捷晚宴，演员肖正南、曹永林、田蕊妮及杨诗敏等一众台前幕后出席。剧集开播以来就好评如潮，跨平台收视率平均超过30点，最高峰甚至达到34点，众演员对此成绩更是感到兴奋不已。感谢观众的支持啊，因为刚刚从监制那边知道我们那个超时空男神的那个大结局整个生气的那个收视率呢，我们都过30点、而且有一天好像星期三34点，所以就非常非常多的观众支持我们的戏，我非常开心。肖正南在剧中与女演员有多次接吻的戏份，问到女友黄翠如可有投诉，他就以一个专业的演员角度说出了自己的看法。不过我觉得这是演员嘛，其实有时候都是跟着剧本去演，不是自己特别去想去接吻的，所以还是要工作为先，不需要刻意去说，可是想起来会说，趁他不注意的时候就说一下。有网民反映剧集的结局好像不够完整，也有观众猜测可能是为第二季做铺垫。受访时肖正南就对此问题做了回应。要看编剧把剧本先写好才知道有没有下一步，可是当然希望可以有，因为我们整个团队都合作得非常好，而且默契都超棒，所以是期待的。